分享你的故事、你的成长过程、构造，还有你可以做成的料理，还有悯农师。我分享你的构造，因为要分享，所以我在分享之前就阅读了你的介绍。因为我有在自己的班级分享，所以我发现分享完以后，大家懂得你的珍贵和其实就没有那么常到饭了。